俾个波俾佢嘅，手好长嘅赞奴比利。Michael Redwick 特同埋 Molly 士威廉士啊，呢排咧个状态好好，但系呢球波咧俾赞奴比利打个荷包，地方咁样右边上个拍嘅。有人问啊，邓肯嗱，睇翻头先啊，赞奴比利交个靓波啦，跟住咧打荷包，地波揿俾右边上啊，解决咗佢哋嘅经济问题先啦。嗱，咁其实呢间交换里边三个球员咧都系最后一年约噶。奥伯图咁啊，同阿帕加仔 set 个 pick 啊，留空晒俾帕加仔射呢。好啦，佢哋个防守好啊，令到咧白衫主队咧就系下下射嘅情况都好艰难嘅。哇！呢次高位嗌呢个暂停啦，暂时咧帕加攞咗六分，邓肯已经系有四分。我哋唞一唞，入嚟噶喺荷里面前咧嚟一个勾手咁啊 ，TD 咧抢翻个篮板。呢边啦，呢边咧好快速度，咁啊令佢跌入一个底线嘅陷阱，再加埋邓肯埋嚟协防，奥伯图埋嚟协防嘅。天兵啫，但系咧，马刺始终都系咧系冠军，边队要赢？均啊，每场平均攞111分嘅密约基。嗯哼。话咧系唔系超音速嘅领队啊 ？Sam Presti 啦，报恩啊，益马刺咁。而家马基咧，同恩嘅作用咧就系咧，就算俾。咁下半場咧，見到咧馬刺隊一開波咧就已經擺過啦。我記得佢一句加一句嘅波。阿南伯，帕格左邊咧，站到比利應該啊睇到佢啦。好，踢波，奧伯圖咧防守南伯。哇！好快脆咧，東岸隊咧咪要記得常常都忘記咗咧係回防㗎嚇，失咗球之後。啊！右邊出啊，古道卡啦搶翻南伯。好，切入分球分離 ，open 粒更多選擇，左右兩邊試打一邊過，咁啊對錯一位喎，咁啊布格特撲出嚟交到俾阿芬尼，馬刺大部分都係唔打炮，哎呀交真啊布格，咁啊加個小小後手運球，再加埋一個帕加嘅單擋喺身上，帕加同埋鄧肯打埋一邊啦。帕加咁啊，一個波一定係到域特嘅手啊！但係喺域特嘅攞到個波啦，馬刺就做一個二人夾擊，或者係逼佢放波出去啦。帕加手感咧未完全翻嚟，啊啲教練咧都好緊張啊，特登大力嗌，搶到嘅，唔係。